好，我们比赛正式开始了，由我们 MIOS 战队对上 SPTS 战队，然后这是8月7号的第二场比赛，对，下半场比赛，没错，这一场 TVZ 哦，感觉 T 就随便打，就 AA 就赢了，这期雷兽出来怎么输？雷兽怎么输？解放怎么输？解放怎么输？鬼子怎么输？好，我们先请阿毛报一下点位。我们就跟豆的画面，在地图左上右上方是来自 MIOS 战队的 Little。那来到地图左下角的部分是来自 SPTS 的老爷狂药啊 ，ID 听是。就是有时候都喜欢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各种老爷，而且这个时候打锦标赛了。对，锦标赛冠军了。锦标赛冠军。锦标赛哦，发音要发对哦。哦，锦标赛。标赛。包赛。好。没办法，这边是瓦斯开。瓦斯开，那就是科技型的开局。对哦，那再看一下，待会会打一个什么开局？这个的话，有可能是一开，然后。冲出是一个螺霜。我跟你讲，魏达先猜这个科技开，人类科技开没救，不是女妖就是鬼嘞，不是女妖就是鬼嘞，没啊。乐透这种先瓦斯的开局，就是待会兵营会出枪兵，比较不会出死神，然后直接接军工厂。没错。那这个刚好待会兵营一好会有100瓦斯可以盖军工厂。对。那这边。冲出一个裸双树狗，老爷他打的裸双树狗，好稳啊！很正常，也没有很稳，就是很正常的开局啊。有些人要是在这张图大胆一点，裸三就直接下去啦。打人主不会裸三哦，那死神来就死了。死神来被不好说，不好说。这边直接，乐透是直接盖反应炉，反应炉，然后矿。啊，他这个瓦斯，反应炉矿，我说这样瓦斯有点爆瓦。然后等一下他这边要放军工厂，就是那种，对，比较，其实可以要晚一点点，应该我觉得应该可以先放军工厂，再放，他可能会希望他的二矿早一点，他可能会希望他的二矿早一点，但这样就是你就看你的取舍，压制时间比较晚。好，这个农民上也看到你是裸霜，裸霜准备完成，你想说 OK 裸霜可以，不过他这边拉到。乐透感觉是要打一个八枪三火，看起来是复古战术八枪三火。猜八枪三火，我看他的双倍枪兵有没有继续踩？他没有踩，没有踩，那就不是了。如果枪兵没有继续踩，那就不是。他待会做交换。不过这边老爷好像狂药，然后狂药了，爆狗。哇，老爷要把人家 A 的不要不要的。不过乐透有照我今天讲，他今天一直在问就爆一波怎么守，我跟他说建筑学卡一卡就可以守。他这种建筑学，对，没错，他说建筑在门口。对，哦，手法，告诉我怎么输，然后又有鬼雷，怎么输？鬼雷，告诉我怎么输？他不是火车鬼雷。对，他刚刚建筑物交换了。他不是坐火车，我以为他是坐火车然后这个只是用来保底的，他的那个，他是怕哦，小狗空投了，空投了，他投雷了。对，空投雷，应该叫投雷，四雷，投四雷，这个是投四雷的节奏。就是热搜最近常来连投四雷，好 ，OK， 狗是狗，对，到对方家变爆虫，对，那这边要看热透有没有反应到，因为这边那热透有没有感觉哦？有，他其实有放一颗保底雷在外面，对，这个雷会很关键，如果他毒爆先行上去的话，一切都不好说了。如果没有用狗先去看看度的话，对，没有线。哇，这毒爆一炸啊！哎呀哇，这个第二颗鬼雷赶快埋下来！直接出解放者，那时候有感觉哦，直接出解放者。对，解放者，哇、哦、这，哇、哦，哇、哦，这个虫族我就掉了，没有啊？这个虫族不是、啊，如果我是虫族，我直接摆点三矿直接点，然后把所有部队压在楼下。对对对，然后补一轮农民哦。对对对，赶快通融啊！因为这个、一定没得打、哦，你这样动，对方就盖成这样子，你要怎么打？一定上不去哦。这个，
敌方的出来，王总有看到的哦，王总有看到。对，王总有看到，有马上下来个包子塔，然后这边好，再过来引雷一下。不要上了吧，不要上了吧。好，这边一样，哇、哦，啊，狙、哦、击，狙击，这个热托雷，这个热托雷骗的真好啊！他刚刚因为那个虫族知道那个看的那个斜坡上去的左手边有一颗雷，那边故意引雷，对，那虫族想说，哎、欸，你把雷拔起来了，我赶快往前冲，结果没想到家里后方还有一颗雷。其实他这个演的真的是，他刚第一只没有骗到雷，因为被火车烧掉了。对，火车直接烧掉了。他就说看到你雷拔起来，我赶快冲。对，赶快冲，结果万万没想到后面还有一个。对，哇，这真的是有点猛啊！有点猛啊！真的是听吧，不解释啊！这人类，这怎么输？人类怎么输？哇！恭喜乐透帮助我们 Neos 战队拿下，率先拿下第一分。对，先拔手，先拔头筹。对，先拔头筹。啊，换萝莉了。找一下萝莉哦。他说他网络有点断，我刚刚最注意到。萝莉有抽他网，啊！我再用你，我再用你。啊，好好好。打阿毛，你邀他一下，我卡住了。啊？哦、好好，你卡住了。我好了，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刚电脑稍微卡了一下。OK， 没有问题。第二棒是萝莉塔来福哦。萝莉塔来，毒奶教主。我觉得刚刚那个虫族打得跟我有点像，老爷我一样。哇，然后会不会三老爷同时上？应该会吧。他们今天说老爷都在线上，所有老爷都在线上，老爷都快被人家剩下老爷还要，老爷还要不在。对，我们 Mios 要被老爷玩过一轮哦。对，我们要被老爷玩过一轮。对对，听起来都不太对哈、哦。好，第二棒派出的是萝莉塔 Life。萝莉塔来福，对我们的王牌，王牌萝莉塔来福玩随机啊，玩随机，对上的是老爷我要，也是虫族玩家啊、哦，地图来到冰冻神殿，打不过，我先打不过就加入他，OK， 青州 S， 你根本就是他根本就是想要加入老爷一方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明明就想加入老爷，他就是那个萝莉想要，对，他昨天跟 Rush 打的时候打不过就加入他，就加入 Rush， 然后今天换遇到 SPDS 就打不过就加入 SPDS， 对，各种抱大腿啊，这种行为不可取啊，这种抱大腿的行为不可取，30岁老男人还在那边，对啊，各种。要这个要那个的，真的是不要脸，就是不要脸，就是不要脸，就是不要脸啊！那来到我们第二张比赛的地图，冰冻神殿，那是由Mios的萝莉塔 Life 对上 SPTS 的老爷我要啊，是个随机打虫族。那等一下看会不会老爷我要会不会打个比较激进一点的战术？因为萝莉现在蛮偷的，但是比较难哦，因为好，我们先爆点位再说。啊，那在地图，那在地图左上方是来自于 Mios 战队的萝莉塔 Life， 萝莉塔来福。那来到地图右下角是来自 SPTS 的老爷我要，对，老爷我要，对，偷一个人口，过关哦。不是我发现他们的那个 ID 爆发，有点尾音要拉一下。哎、欸，这样子吗？谁？啊 ！OBL 兔子梦，
好好，没事没事。我 be out。坏了 ，too small。啊，新手，网络线插了又拔，插了又拔。好，没事没事，稳了稳了。对。喂。嗯，想卖哦。哦，果然哦，果然哦，老爷，老爷，我要努力点，努力点教训了。好，萝莉这边谁知道是人主哦？对，人是人主。好，那这边是老爷这边是一个树果开，打一波了。没有没有，树果开比较稳，是一个很稳健的打法，因为不知道对方种族嘛。对，但是打选择打一个不用这么稳呗。感觉那就看等一下会不会放毒爆虫草。那中庸啊，待会就是可以看你如果看对方如果打得比较，对方如果打得比较偷，我可以。对，对方如果打得比较偷，我可以一波干死你啊。对方如果打得比较没打招，我也可以死。那这老爷，这个虫打法，这虫族的农这么早拉来，二矿点下去了。那侦查还是要看对方走。二矿点下去，虫族二矿。对，那努力这边。有没有打算三死神或是？没有没有，萝莉不放招啊，他打那不是不放招，这个、那叫那叫压制，那叫压制。而且他比较放招，下一个瓦斯怎么可能三死神？而且他现在才放第二个瓦斯，蛮想看他打三死神的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来笑他的操作。顶多两只死神，萝莉看起来顶多两只死神。他这么怂，他操作这么烂，哦，没有他挂反应炉。一两只死神，待会如果没有，只要没有送，待会可以再配合我车压一波，再压一个。那死神往前走。虫族提了狗树，妈妈现在已经在出了。嗯，妈妈算是出的比较慢一点。对，这个狗子下的时间比人家早，结果发现自己、那個、哦，这个虫族有点。这边哦，哎呦，狗开没有狗可以防守啊？没有狗，我都没有。树狗开没有狗做防守。那狗在防守，它狗直接全部绕出去了。哦，对，树狗开，然后狗绕出去，然后农民被 A 爽爽。不用那么怂啊！这个死神突然翻哦，三农。哇，三农死。毕竟你到树狗开，不用打得这么怂啊，不用还在你特意出去绕。这是要炸那个幼虫。对，然后如果他打三死神，反而更赚。萝莉如果控细一点，他可以。死神再走进去，因为妈妈树丛台基本上很难回去。然后树狗要回来抓死神，去山应该是要去山矿绕一下。对，这边萝莉哦又回来封烧一下。哦呀，哇，又没有妈妈，而且还有一只农民不采矿。哦哟，一个啪啪，一个滑行式的挖矿。啊，一个滑行式的挖矿。家里放下毒矿虫草。啊，三只龙在发，拿薪水做事。他没有拿薪水啊，因为他手上没有拿薪水。我把你叫出来就要付快钱了，你们跟我开玩笑？看你要不要照进去看一下，好惨，炸！那就要绕一下。等下毒爆虫草呢？绕过来，有看到，有看到毒爆虫草。刚好好，那心里大概懂了哦，懂了哦。不过这个也不是要一步，像死神啊，死神死掉没关系。对，不过估计应该是一波了。好，要一波了，后面要接条狗就是一波，后面再接就是一波。后面再继续接就是一波了，不给你活路了。这个这边只要待会把自己二矿飘一飘，其实可以守，因为坦克也出来了。第二次，坦克都出来了，等下门口守好，然后有没有五一点再下一个碉堡？怎么输？其实也不用下哦，这看到坦克，看到坦克，看到坦克，那有没有改刷农？赶快刷农哦！哎呦！哎呦，他差点炸死自己的那个农民，可怜的 CV， 对，可怜的 CV 被炸了。我只是路过而已，我只是路过，我只是要去盖瓦斯，你不要这样。老爷看到之后，马上下自己的三矿，自己知道是这样冲是没什么机会的。对，赶快补农，改刷一个农回来。但是这样经济很差，因为开局就是一个树火开比较稳的开局，然后后面想要三矿的时间又这么晚。对，原本刚才刷农的都拿去刷狗了，然后又没做到事情，三矿又比别人晚，对，这蛮亏的啊。再摊个本，摊个本。对，那现在只能拼命的刷农哦，看能不能用这里刚刚爆出来那些小狗去挡。待会如果萝莉有压制一波的话，因为待会萝莉这两船出来，应该会先去空投。
会，一定会，因为我略微兴奋。那就是看等一下会不会这些狗有办法逼一下人类的伤况啊，或者是人类出门部队出门的时候，防守有办法继续闹一下。这些狗要防守，要防守萝莉的，萝莉的多线，或是正面。啊，操作这边应该要压吗？不压吗？压吗？我去投一下吗？扩大自己的优势。投一下吗？跟你讲，就是鸡，就是不知道他现在还是个优势，九四已经急。那应该知道，因为看到对方三矿很晚，而且又是提他一开始就看到对方提出我开了。好，他不好使哦，他萝莉的视野片还没有不知道中途有没有三矿。对啊，因为他刚刚没看到三矿。对，那这边从中选择一个螺旋塔、哦，那他想打一个龙狗毒的话，这个我、哦、又没有攻防，这个打起来会有点吃力、哦。主要是经济，里面有经济。我说现在没有经济，太差。三矿进步，开局小亏，然后三矿又晚，然后农民补的慢，有点可惜啊。老罗伊这边要过来，应该是要准备点三矿啊，他清一下三矿的事，但发现没有，应该准备要点三矿。三矿应该压三开，好吗？要清压吗？好、哦，家里养只解放者在铲，好要走了，钱要再开了。走走走。哎、欸，我要先拆石头，要选择先拆石头。先拆石头吗？可以。现在走也是可以。可以那等一下，看一下萝莉会不会用，上矿前面的岩石把坦克架在后方做一下那个地图。所以现在是雷达要扫一下对方的三矿。对。这个会是个很重要的重点啊。我们这边也开始在出自己的飞弹了。哦，罗伊打是从右边了，不过这里有防守有看到哦。有看到。狗还动起来了，飞弹两只，看两只鸡，而且这边哇，冲出卡一口飞去了。飞去了，这个。哦，卡到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怎么输？萝莉怎么输？毒奶怎么输？都已经先奶好自己了，怎么输？坦克架起来。不用散，都不用散。哦，有。有。这完全就是个。就直接把机枪往后拉而已。对，枪兵往后拉。F2 怎么输 ？F2A 怎么输 ？F2 跟 A 键在手怎么输？哦，这边哦，又再送一轮王宠，再送。对。卡死了。哦，好，气球店老板啊，这边哦，包子塔都是假的。好，这边哦，三矿点，哇，这些农民无家可归啊。对，然后这边爆狗，不过也没什么用的哦。那恭喜我们萝莉塔 life 为我们 Mios 战队拿下了第二分。那目前的比数战成2-0，由 Mios 战队先行领先。啊，哇，萝莉个狂哎、欸，他赢了就一个骄傲哎、欸。还好啊，他每次都会打这样啊 ，GGWP 他每次他打赢，哪次都会打。哎，真的是受不了。萝莉一定有自己先满意自己一口。我怎么看到有一些在？就是虫族前期打得太保守。对，太爽了，太爽了。对，太保守。然后后面刚好萝莉推出门这一波，刚好是那个虫族正在补农啊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而且最主要是又卡了三只王虫的人口。最弱势的那个时间点，我刚好看到，刚刚就看到他那个人口瞬间从那个90掉到74，就是上限补给上限从90掉到74。对，你那一波照来讲，看到的时候虫族那时候照理来讲是在一个暴兵期，在应该要暴兵了，看到暴兵，但是被射了三只王虫，但是完全爆不出来。这三只王虫有没有？而且毒爆还没有滚，毒还没好。对，滚资源还没好，该有的都没有。然后萝莉做了一个小操作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再邀我一次，科科，我没看到，嘴得太爽。阿毛，我怎么没看到阿毛？有啊，我看到你啊，我在下面了。哦，看到，有，有，你有进来啊？有，因为刚刚才进来。一伤，
欸，豆还没进来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少一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不要按，等我一下。很急就对了，因为一直跳，一直跳，我会按不到。因为我要看啊，我刚刚先要一箱。好，都到了，我们这边都到了。OK， 人都到齐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竟然不是老爷，老爷狂药，好可惜哦。好可惜哦，老爷系也没有搞到第四棒啊。真的，好可惜哦。哦，四棒啊。想看老爷。好，第三张地图，冰霜之地哦。只有一伤对上，你少来，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一个重组打神族的比赛。对，那待会就看他们的出生点位。对，一伤的个性哦，先猜他打一波，两矿一波，教室冲狂，两矿教室冲狂嘛，他不会打冲狂，他冲狂又没有我这么猛，他只会教室而已。不好说、哦，他最近有在跟我问冲狂的流程哎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不好说啊！先猜冲狂啊！我会打先猜冲狂。好，我们先爆点位啊！我们现在这期是阿毛爆点位啊！好，来到地图的左上方，左上方是来自 SPTS 的，你少来给我这套！你少给我来这套、哦！有念错，连中文都不会念、不要这样啊！你很奇怪、啊。另外一个。来地图的左下角。是来自 Mios 战队的一伤，一只是个一伤最大特色就是很会直妹，他每天脸书跟 LINE 跟什么就是各种通讯软体加起来，每个都有大概一二十个的妹子在同时。你确定只有一二十个吗？没有，他很多通讯软体啊，就脸书二十个、哦、LINE 二十个，然后再加个什么啊、哦，微信再二十个，对啊对啊，还有聊之前很有名的聊那个什么。什么无聊、那個、？B talk 有没有？什么 talk 的 ？B 什么 talk 的？再二十个，这样对不对？好，这边裸霜冲出一个裸霜，裸霜正常是你会裸霜，好，一只也是一个裸霜，裸霜。可是冲出这个时间点没有瓦斯，也没有是要打裸三吗？有可能。这张图应该是裸三，你可以。好、哦，没有，他放瓦上狗池啊，先狗池，放狗池，对，先狗池后瓦斯。这张图很多虫族很喜欢裸三、哦、但是这边要告诫跟所有虫族讲一下，你裸三可以，麻烦你拉一只农民去跟着对面侦查的农民，因为当那个牲族看到你裸三的时候，那个时间点他放下 BF 都可以来得及把你的二三矿哦，不是只有三矿哦，都可以同时把你二三矿逼退，所以你必须先拉一只农。跟着他侦查的农民走，那他有放水晶塔的意图的时候，要马上去阻止，这个会比较安全点。不过也还好，因为他最主要是虫族有拉农去看的，虫族一开始对，一定要拉农民跟着的，跟着会比较稳。如果像我丧心病狂的找罗三哥先下个 BF 探你的底，对，先探你的。不是野战场那个接控制核心，其实接控制核心我建议放后面，我们看一下神族二矿那边。到我们看一下神族，建议放后面一点，放在后面一点，左下角斜坡跟珠宝中间那个地方，我建议是放在那。对，斜坡跟珠宝中间有一个空隙，有没有放在那边比较好？因为那样可以做第二层建筑群，而且比较不会被两段式蟑螂直接丢火球丢掉。对，之前看过一场比赛，就是 BY 自备火蟑螂，用那个什么火球往那边喷着就直接喷掉。所以我是建议放在那个珠宝跟。那个矿的那个珠宝跟血珀中间的攻击，我觉得是最好。那这边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，虫族这边选择留一只农财物啊。现在虫族不需要，就是说前期需要这么多经济，瓦斯可以采点来可以做那个提高虫坑导流。对，那有可能是他有自己的流程，更快，有可能是他有自己的流程，他可能有算过之类的。看他选择流程的打法。一伤这边是坐飞机场、哦，也是叫凤。我要一伤的飞机场放在里面。对，他这个人，他的打法都是这样，只有被逼到不行的时候才会主动点战。双飞机场，双飞是双 VS，
哇，这个是想打双面二 vs 二 vr 那个吗 ？SKT 以前的，就是早比较早期一点的战术 ，SKT 他们很之前他的操作没这么好吧？操作，等一下就是要看操作，打这个话，但是冲突只有看到一个 vs 哦，冲突是只有看到一个 vs。对。那待会凤凰续到8到10只的时候，那个会非常的凶哦。对，那这边看一下，从他一上会不会打一个6教士加那个4凤凰的压制啊？有一个打法。但是哦，对，不过他这边就有点慢。射气球。对，先射气。先射一下气球。射下气球，好，凤凰赶快出，你有两个 BS， 要双 BS 出凤凰，你现在走单 BS 的场，他现在只有一个，哦，有，做了，想到了，我哥有两个啊，这个教室没有继续出，有点可惜啊。那这边可以三开了，凤凰出门就可以准备三开了，然后把自己的兵营再稍微补一下。对，没有错。没关系，那个凤凰可以先去射气球，因为你凤凰蓄到一定的量的时候，那个射气球的速度非常快。对，射气球。气球加年华，而且还可以抬妈妈，你可以无视那个爆炸抬妈妈。对，就直接硬抬，然后抬起来射个两下就掉那种。我给你看一下，哎、哦，一三、這個、一三这是凤凰，是凤凰。有空，是凤凰。但是这个没办法利用高地视野，因为王总就是本身就是有高地的视野。凤凰是在空中单位的视野，在同一个点位上，空中单位的视野会比地面单位的视野来得多。没错，空中单位视野是比较远的、哦。对，就像从独立很安心的刷石农嘛，直接刷农看到你越，对，农民先刷一轮哦，你只要确保自己农民不会被抬，就可以刷很多农。对，不过这边一伤也是个爆钱啊。然后赶快开自己的三矿哦，凤凰其实出门的时候就要开三矿了，对、啊，然后把自己兵稍微补到补起来。对，然后这边空。然后自砍口。对，双 VS 的，他双 VS 可是这样产能有点。其实我不觉得不太懂他现在要打。对啊。他看不懂他打什么。看他凤凰的数量，凤凰数量只有四只。你出双 VS 只是为了出四只凤凰吗？有点可惜了，就被虫族发现了。是停产很久，我们看一上农民停产久，就是停在48双矿的经济而已。因为他就说他不会打营运啊。他应该是要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要一波双矿一波不朽凤凰加虚空，然后提空军一攻，空军一攻，那等一下意味着他等一下想走黄金舰队，然后再看到也是矿，黄金一伤还不开矿吗？可是黄金队双矿，你要什么黄金舰队？哎、欸，抬一下赤蛇，抬赤蛇，抬赤蛇，赤蛇啊，抬两只，两只啊。哦，不过这个哦，都说王虫没有提出哦。不够多，一个王虫提出100瓦、啊，哦，射的不要了，再射一只，再射两只，等一下如果是我就无视超塔去射那一只，对，如果是我就旁边射了再说，哎、欸欸，不射吗？对，然后没发现刚刚那只是被他打，他刚刚可能没发现那只是被他打的半血的，我这边虫族一个卡瓦、啊，直接跳出一手，直接刷那个，我就说这边。一上这边放下了自己的舰队导航台，一去开门，那四 vs 各位观众，四 vs 这你敢信？可是我敢相信，双方就是四 vs， 你在骗自己吗？这波三光是被压掉了，四 vs， 而且刚刚那两只赤蛇没有被抬起来，还在。对，那两只是假赤蛇，很危险。金矿，对，不过这个他有虚空，看到。这个守不住，就是一伤的问题了，不会是我的问题。欸、这个三矿可能会被强点。哦，要退吧，退。其实如果我们是抬赤蛇，哦，对，先抬赤蛇，然后变猪，变猪。啊，这边变猪啊，变得真好。啊，变猪就对了。那这边虫族看到神族这样子，凤凰加虚空应该也要。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感觉呢？有没有感觉呢？毒草，这我就不太了解这毒爆毒草的意思。但是为了撞死，因为你黄金舰队地面一定是教士或者是狂战士。对啊，这边出自己的航空母舰哦，那就是看等一下一上有没有办法度过
航母带来前期的空窗哦，赶快再抓，你还可以再还有一个航母的，还可以啊。够啊！你刚刚经济够，你先。他瓦斯不够，他瓦斯不够，他先停那个。那个虫子小飞机，小狗。不过我觉得这个，你是这个虫子这边他其实很大胆哦，看到对方走 BS 线还敢冲头。对啊，这如果被打掉，不就直接。对，不过他可能是想走一个双线哦。那对，他正面要推过来了，应该是正面先推，然后空投投进去。对，不过这边正面。哎，徐工不要被勾引走啊！哎 ，Juke， 老婆正面有那个，正面有。对，正面，好，小狗，小狗投进来。对，应该至少掉一块。投。好。白刺蛇。小狗投进来，然后一边投主矿一边投矿。对，然后小飞机，小飞机。小飞机，航母舰，航母舰，航母舰，救驾，航母，可以，说不定可以，赶快，啊，这边杀了四只龙了，后面，正面，后面，正面，正面，正面，二矿集中这边，好，这航母就出来守住，但是，这个正面绝对守得住，不过自己麻烦比较大哦，可能加油乱吹了，对，那这边重读也自己的螺旋塔，抛出了39龙，哇，39龙，这个，对。哎，赶快把这王虫清一清吧。这要是我农民被咬这么多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再刷农。没有没有，我会先刷一轮农，再来推一波。先推一波再说，做个冷静先推一波。好，先做个冷静再推一波。对，做个冷静，然后刷一轮兵之后推一波，然后到对方家，哎，把那王虫射了吧。对，王虫射了吧？射了吧？你可以啊，他刚刚在你家干这么多坏事。啊、哇，有没有制裁他一下？我很难说，因为17只的，但是这个正面其实还是有点凶的哦。虽然没有接兵水接兵的单位，我这边可能不要太急哦，因为自己的对，因为而且有遁地兽，这边有遁地兽，而且主要是你兵送不起，对，你的兵现在 不能换哦，不能换，要赶快先把自己的经济再拉回来。对，黄金舰队很吃经济哦，因为尤其是航母的数量，那这边还。台，记得台，台，跟我台，台刺蛇啊，台没有台刺蛇，哇，台刺蛇，哦，台刺蛇，好，台再台，再台，航母放了一台，再来一台，航母现在要打下来，刺蛇没了，哇，刺蛇没了，哇，这边赶工出虚空哦，哇，不过赶工出主飞，哇，这边副飞兽被打的不要不要的。我这边哦，再一批果，再溜一批狗去咬虫族的三矿，三矿，他家是做防守，防守，好正面，对，正面四矿拆掉，不过还有一个四矿在开右边，那个应该是五矿，开右边的五矿，对，右边的矿，这边接入一三要直接推进去了，不然没得打这个，哎，虚空去打那个，对对，虚空要集火，虚空集火，虚空直接，哇，这边航母。航母爆了一大，这个航母要用 R， 航母要 R。对 ，R 丢出来之后全部回家，就跑跑掉了。一三一三哇，这边哦，是走远了，走远了。不过还可以，凤凰在抬，凤凰在抬，凤凰满魔在抬。哦，这边有个，你也是控不来，打太少。因为如果航母刚刚去丢 R 之后，是可以撤退。对，其实航母就只要在刚刚有四台航母的数量的话，就直接 R 旅扣 ，R 完旅扣，也不用旅扣，就往后撤就好。你就直接放在重组的二矿，你就放在重组的二矿，然后旅扣，它二矿定掉。好，那一上这边应该是很难打了，因为刚刚错过最强的一波了。对，而且刚刚被压制的时候也没有持续补农，现在才想要补农，这个有点晚了，这个。农民数相差比来到六，这没办法，这个人口是两倍，如果差这没办法。对，人口读书就随便 AA， 一三就是来卖的，很可惜。然后又被家里又被遛狗。我们看到说一三的细节真的是不如对方，因为太少打天梯了。对，因为其实如果现在打红军，恭喜 SPTS， 你少来给我这一套 S。我的顶住了赛末点，好，目前2-1，因为如果以神族的观点，你要打红金舰队，你三矿开了之后，
你大部分的你可以直接把二矿口封死都没有问题。你直接把二矿口封死。我的习惯会放一只哨兵。你比较怂啊，我比较怂，我就直接封死后面塞一颗水晶。我习惯是塞一颗光炮。至少也有一只教士或狂战士。我就直接。然后后面塞一个光炮，后面还是后面塞一个光炮正常，就跟以前一样，以前建筑学是后面塞一个光炮，然后到这边记得改攻速。那其实刚刚虫族的反应也不错，就知道你走黄金舰队，你最差的一定是你的机动性，利用机动性来去跟你做交换。那主要是一出门，去遛，一出门就是遛狗，就用狗去跟你换，对，逼你在这队，逼你原本要拿来刷那个黄金舰队的，通通拿去刷地面单位，为了要做防守。这虫族的反应是非常好的。等我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他们进来。OK。然后。邀我。到我邀。我找。因为我刚刚在先找 Top， 找豆。豆，按不到豆。哎呦，我按豆。啊、先想好 S 要找谁 ？S 哦，对，你要把谁卖？罗莉先卖，对不对？他说他今天竟然跟我们说，我们害他，对啊，昨天 S 推他上去打宗师，对啊，大忧不胜，大忧不胜，杀人家六只龙，两只王虫，还赢不了，还了一只妈妈。对，还赢不了，大又不胜，就是一只鸡，哎，就是一只鸡啊！找推乐透也可以啊，乐透也可以，因为我刚才想说萝莉或乐透，萝莉或乐透，我们等一下看，等一下要让谁死的，要把谁给卖？基本上我是不是要想把，我想把那个卖掉，要把萝莉给卖了。我想萝莉或乐透都可以、啊。等一下再来讨论，等一下再讨论。现在才第四站而已，关机。不过我觉得 TOP 应该会，这场应该会赢。TOP 有机会。老爷不要也是有点实力的、啊。他们都买有点实力。OK， 狗狗，你家也是猛个好几逼呀、啊。有 D 哦，也可以啊，九 D 也是可以啊。我说老爷不要也是猛个好几 B 啊，九 D 不能派九 D， 九 D 那个差太多了。S 站呢 ？S 站为什么不行？看人家推就是比较，这样会不能交流好吗？没有啊，本来就是要赢啊，交流赛本来就是要来赢的、啊。要交流赛就是要拿来交流的。啊，要赢啊 ，S 站都 S 站的。啊、我比较仁慈、哦、大家都知道、哦、我比较仁慈的那一种。搞到对方也派一个大师，不是啊？对方如果派一个大师出来，你派一个钻石上去卖，那不是一样？对啊，也是，对吧？好，第四张地图是新盖茨堡，一张龙狗神图，龙狗专门龙狗换家的图。好，我们请阿毛报一下点位。那来到地图的右下角，地图右下角是来自 SPTS 的老爷不要，老爷不要，对不对？啊，来自于地图左下方的是 Mios 战队的 Top 人类，这个 Top 不是 Rush 的那个 Top， 不是 Rush 的 Top， Rush 的 Top 是虫族，对。这我们的 TOP 也是虫族啊，他是虫族跟人族双修，然后最近又在玩神族，他现在基本三族基本都有玩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虫族，三族基本上打的就是跟一只鸡一样。那老爷不要的王丑，这个王丑会撞墙壁哦，这都没有研究过的哦，他待会要卡墙壁哦，但还是过得去，好像一直卡墙，然后卡到下面才过去。对，这个王丑要用那个 Shift 做设定哦。没有，他撞墙，然后会慢慢挤过去。
哦，从这边一个什么开？现在就是这样，就像现在这样子，对，像现在，就像现在卡那个卡的墙壁飞过去，一个啪啪，一个啪啪，对，一个啪啪啪，墙壁咚。哦，好，我们看看虫族家里，家里要速果开，那点二矿，速果开到点二矿，打得比较稳哦，打得比较稳一点。这两次看到，最近看到这，SPDS 的虫族都打得这么稳。TOP 应该对 TOP 死神开，这个死神开没有问题。死神开，这边应该是打一个死神开矿，开矿 TOP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碳石机往上看的时候，是等一下也是要看虫族的反应。说如果选择二矿是拿来爆狗的话。我、狗先藏一会儿、欸，好，看到你在钻了，好、所有的狗都要下去吗？所有的狗都要下去，啊、包掉，把那只包掉。好，看到六只狗、哦，哇，看到六只狗，看到六只狗死神不能出门了，因为死神如果出门的话，家里二矿会被干扰，对，自己二矿会被干扰，搞得不一样。如果死神对死神回家，死神回家。死神在家里这边。好、死神站在半路，高速公路。死神站在高速公路上，哎、又往前了。死神，对，前人家前期有这么多狗的话，要守住一下。哦，结果这边狗选择绕路，绕一坡，绕一下。那、不过这样的话，可能干扰不到二矿哦。对，因为前期我开的话，主要是要干扰到人主二矿，就趁你的那个狗出去的时候，家里有办法做防守，然后去干扰你的二矿情况。二矿好，二矿交易好就没开了。死神，好，二矿二矿，人族二矿，人族二矿。喂，刚刚好还没好，好还没好，好好好好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马上飞起来。好了，马上飞起来。那这样这边六条狗就没有赚了。对，这六条狗反正没，因为这六条狗本来就是要来这样子，就是让你二矿开不起来。对，用。因为可能也是选择走一条远路，所以到对方家的时间有点晚。他是为了不要让死神看到，因为如果死神看到的话，死神会回家做防守。对，因为这个速果开就是打这个台米，就死神去你家，那你家里有妈妈做防守，那狗就去绕到你二矿那里去咬掉你二矿的 SCV， 让你二矿开不起来，而且弄得不好，可能要取消。哦，这边提议重合导流加一方图画，好，四下面甩一下。甩再甩，下面如果不甩会死。下面如果不甩站 A 的话，狗是很强的，因为狗会自动把自动把枪兵包起来。对，会死两只。这边虫族其实不能，三矿开的时间点。双进化是毒爆虫。进化是哦，那等一下这应该是要走龙狗毒了。就进化是进化是时间也是有点晚。三矿这个时间是还没开，是还蛮比较正常。那不过差不多要开了啊、要开了，对不 对？大概四分就要点了，因为他是走速，点走一个速果开嘛，所以三矿会晚一点点是正常。哦，会炸到自己自炸。这死神如果没有一个好一个点位跳的话，哎，往下走，往下走。啊，太可惜了。哦，那这个没办法往下走，因为那个是三楼。好，这边一船部队出门，再两颗鬼雷，四支香槟。两鬼雷。那等下应该是投鼠矿，对。那虫族前期就得用攻防狗做一下防守了。这边哦，这个王虫，这王虫有看到，就绝对有。看到有吗？那够你按那个 Control 加 Shift 加 F 就可以直接跟单位思想，直接跟在它上面。哦，哎、，TOP 怎么送 ？TOP 怎么送了一只机枪兵呢？哎，投啊，还不投吗？因为他刚刚有被看到，所以他想晃一下。就好像走下来，反应快，拉走。对，拉走。可以拉走。哦，哎、欸，哦，原来软会被炸、哦。我现在、欸。对，软会被炸，软会被炸。哦，有点被软骗到两个雷。不过你鬼雷没有需要再走啊，你鬼雷再走干嘛？人家没有包子塔，没有包子塔，人家没。对，没包子塔，二本正在提你这个再走。鬼雷其实放着就好，可以干扰他开关。对，放着、啊。他至少这段期间不敢把农民拉回来，拉回来一个菜，对，会拉回来，但是要再拉走，对，就拉回来一段时间啊。现在会算时间。如果自己时间没算好，又被炸就被炸。不过还好，因为自己的伤口。不过自己这段时间瓦斯的收入是没有的。我们看看主家里有没有要先
先踩一下瓦斯，重组有没有先踩一下瓦斯？有有有，看自己瓦斯是不够的。我带一下外面，走，带一下外面。那这边从进站的一攻一防哦，这样完成了。带一下外面。他和这边。OB。是选择。OB 怎么了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刚刚看到 OTOP 看到豆没有动啊。我请相信我们的豆，好、哦，要来投，看到了，爆炸塔。我刚卡住了，是我刚卡住了。请不要质疑我们 OB 手好吗？我刚卡住了，刚画面卡住，想奇怪为什么都没有动。不要质疑 OB 手。重组提了近战的一攻，等一下应该有瓦斯会起近战的二防哦。前期用攻防守，攻防广做防守的话，其实守起来应该还算都守起来算蛮轻松。然后这张图打龙狗还蛮强的，尤其打神族啊，尤其在打神族的时候打龙狗玩家超强。对，那个就是不打正面，就是点掉。对，就是不打不跟你打正面。好，变了一波图报。那张图重组开导矿，然后把你的 BS 点掉，你龙狗就无敌了。无敌龙狗怎么输？对，只要开导矿，然后把你 BS 点龙狗无敌。好，这边过来一小波部队清一下，而且给鬼雷架在后面。好，这边一只狗引雷，好引到再走，再走，好再走。哎、欸，仁义啊，仁义好。刚突然仁义了一下，这边 TOP 没有做到什么压制，龙族开矿开的这么舒服。不过双方的农民数还是差不多的哦。对，那而且人族是有那个矿农的加持。主要是因为虫族他因为他的部队一直在对方家附近晃来晃去，导致虫族他不太敢补。哦，毒爆庄严死啊！没有，也是个可以啊。毒爆的那个毒爆对建筑有加成哦，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，毒爆剑对建筑是有加成的。中甲加成，对，知道吗？建筑加成不错呀，建筑加成，人家上榜哎。所以我用，所以用毒爆去拆石中立石头也是合情合理嘛。你这个圆的也是可以啦。对啊，那这个圆的也是还。加成啊，我用那个来拆比较快啊，那2000滴血，你用狗要咬到什么时候？但是毒爆撞比较快啊。可是一个瓦，刚刚至少撞了快将近10颗啦。两边。他不是选择鬼雷坦克，鬼雷坦克的机枪的导量率，不过没有，还没有解放者，这个还没有解放者，解放者正在踩。解放者，他先选择先妹子，对，先有妹子再说。对，这也要靠，待会要靠操作。好，那边包。包哦哟，哇，哦哟，王虫引雷，王虫引雷。我以前有看过，写作很好。不过虫族部队在上面哦，在那个五矿应该算五矿的地方哦。不过 TOP 这边视野是开的有的，这边好炸，不过坦克第一时间被包围，这边鬼雷炸，鬼雷炸，这边看毒爆滚不滚的炸，被滚到滚平，有炸的非常好，好，要这边再起来，再走，对对对，对，公狗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，等一下公狗房都快好了，那目前都只有一进账，现在二房正在提升好，那待会是二攻二房打一攻一房，不过。人口还是 TOP 这边领先哦。不过这边 TOP 的上矿农民补的有点晚了。主要是这边螺旋塔，但是没有出任何的，它其实1700多瓦，对，没有出非常，而且要升一房，其实应该是要升一房。这可能等一下是他是想跳吗？没有，他也没有放到刚才走槽啊。等下这种族再不出其他单位的话，很容易死掉，因为解放者也有了。解放者这边鬼雷也架一架，好、哦，这边他们在要先清虫胎、哦，解放无敌，已经架好，他们只要把解放架好，然后先清虫胎。没有可能 ，TOP 是想说那个解放者是要拿来打对方的飞塔，然后对方在打的。TOP 也看这么久还没有看到飞塔，其实应该要架，而且飞塔你只要有枪兵就不怕。我得出斧飞哦，没有解放者打飞塔是非常快的。快很快，解放打飞常是。这边想要出飞哦、喔。对，那这边选择交战的点还是在。看一下清，对对对，解放前先先架起来，然后对解放的鬼，解放没架，解放没架就这样子。
对，这边然后守住下面，但是上面还回哦，住了大部分的毒爆虫，后面还回来还有三个毒爆虫是。我这边回来，回来再上，这边再点。好，这边要往前推。毒爆被破完了。我这边。这边中毒兵被换光，人口落差二十。来到二十啊，这个。五分被打到打得跑。我觉得虫族冲的有点猛啊，在那个交战点这样子冲的话，因为人类把兵上的很好、啊，我们现在来看这波结果啊，狗直接包上来，那他们的哎。他们的鬼雷没有跟上吗？鬼雷数量不够，就这样子压上同班。在前线中掉，前面的解放，前面的解放，前面的解放，送啊，送掉。哇，这个双方各送一轮啊。对，各送一轮，然后这样又优势又回到虫族那边了。虫族，然后他们的接兵有点太慢了。对，差不多这个因为三哦三矿已经起来，三矿主矿解放刚解放一直 top 解放一直，我不知道他到底出解放是为了打什么。是应该原本是用来打飞塔的，如果发现对手没有飞塔，解放应该是要打，拿来打毒爆。如果这边哦，拿毒爆，好，这波狗，哦，那这波应该难打了。对，这边杀不杀石龙，不过还可以接受，还可以接受，还可以接受。对，还带回来矿龙，因为没有损失很多，石龙还可以接受。不过这边虫族反而有点爆钱了，虫族这边反而有点爆钱啊。哎，这个雷达是少，而且还爆瓦，就瓦斯来到三千多啊。所以说，这个。应该可以出一点飞塔，对，就是他打的是岸本流，他打的是岸本流，就是用斧飞取代飞塔，这是打的。那要我是虫族的话，就变一轮毒爆直接 A 了，狗什么都是假的。对，我、哦、这边哦抓到一颗鬼雷啊，这边 Top 是没有打算再出坦克了，就是用鬼雷、枪兵跟胖子。OK， 其实可以，对，对，可以的。OK， 比较两个，两种要一要，至少有一种。对，不管不过虫胎要赶快清啊，这对虫胎赶快清，赶快清虫胎。虫胎会是个很重大一个重点，因为刚刚 Top 也是因为太虫胎还没清就想说啊部队优势就想 A 了。对，想多了。好，青铜胎，青铜胎，好，刚才好在青铜胎。对，赛，对拉，胖子往前顶，胖子要往前顶。对拉，胖子要往前顶。好，鬼雷。哇，这个哇，这斧飞。飞上面，好，他们在毒爆虫。对，斧飞变鬼雷，这边好，所有的兵往后拉。这边兵上的很开哦。他们把兵上的非常开。不过后面的兵有点少啊，主要是没有鬼雷。他们的拉。哇，那滚平了。对，这个。看我们暴气哦，胖子没有往前，没有往前顶。那而且还有三只 SCP 在发呆，三只 SCP 在发呆。啊，他们的接兵跟不上啊。对，他们的接兵状况有点尴尬，而且自己也是那个属于爆网的状态。好的，门口被破了。门口要被破了。毒爆撞建筑呢？毒爆撞建筑比较快，撞建筑比较快呢。撞建筑比较快呢？原来都是假的，我这边哦，上来。毒爆抓到人了，毒爆我想炸，毒爆不要炸，毒爆我想要，哇，毒爆想要，两个推进来了。那我跟你说，那个你待会如果像会战场、会战范围大的时候，你按 Shift Z， 对，这样可以把战场画面拉大，对，可以把画面拉大，你就可以看到比较，他会战，不光被斧飞打死啊、哦，哇，这一波直接捅穿了、哦，三。三矿也是被打到飞起来，这边哇，在人家脸上变毒爆，我这个鬼雷直接炸，毒爆劝退流，连农民都炸，毒爆劝退流，我这边鬼雷，哦，我这边哦再炸上来，哇，这个走远了，差不多走远了，对，像这样，像这样 ，Ctrl Z 或是 Shift Z 都可以拉 ，Ctrl Z 拉比较少 ，Shift Z 是拉比较多。欸、你可以试一下，对。他们很可惜啊。对啊。因为 Top 其实上兵的部分可能还要再多练习一下，因为上兵的。对，就是把胖子往前，让胖子往前顶，就撞毒爆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我觉得 Top 的多攻可能比较没办法，因为我。
那个鬼雷要先，鬼雷要买好，然后哦这边勉强守住，但是也那是你们那是这都惨了，这都已经惨掉了。巴农，巴农，对，哦对，飘找矿了哦，他把飘找矿了，下面啊开始无耻哦，矿楼全部砸下去，全部砸在导矿上。对，你会发现经济突然爆表，可是他现在没办法，那人口数量好像也没这么多，又被差距报复社会啊，被报复社会，对，又回到报复社会。这些比较关键的地方是 ，Top 第一个，他前期对方辅飞量还没蓄起来的时候，解放没有发挥到任何功效，他解放都没有架，他解放架了一下一只毒爆。前期对方还没有辅飞的那个 timing， 对方只有毒狗的时候是对冲出最脆弱的地的时候，然后解放架一架毒爆可以让解放单点，因为解放会重点毒爆嘛。嗯，对，会先攻击高瓦斯单位。对，攻击高瓦斯单位，所以解放会自动点毒爆。那再来，你的胖子没有顶出去，胖子只要往前顶去顶毒爆就好，然后枪兵往后拉，你可以就是框全部的枪兵，然后往后拉。这是第二点，然后第三点是 TOP 的暴兵其实真的太慢了。暴兵如果正常的人组，因为 TOP 一直都有余兵都没有很少，虽然没有到爆前，但是一直都有余钱，大概都余，每次看他前面正面换完的时候，都还有余四五百块以上，所以就表示暴兵跟不上。从主想什么就想干什么，哇！就从主也是个杀。他们每次正面跟对方换完一波兵的时候，家里都还有四五百块，但是没有部队。这边哦，从这里看到人类，他把一个路换光，可能叫跳吧。对，就是给自己一个狙击的理由。有啊，这鬼雷还是炸王虫。对，鬼雷炸王虫，这边我要用毒爆滚哦。哇，这个老爷不要的是，哇，好，这边再投下来。最后秀一下操作。秀一下操作，把风采打出来就行了。我这边哦，点，快点。追不上，加速的话就追不上了。直接点了吧，就。对啊，该送就送他。该送，该给。我、哦、这边哦，他又找到了枪兵。下面。嗯，哇，上面哇，这个。其实会，我会比较希望 TOP 在这个窄口里面打，也可以用鬼。好，狙狙。哇，狙狙。恭喜老爷不要再扳回一城，目前2-2。哇，目前2-2，扛下赛末点，那看看我们赛末点谁，让我想想。其实 TOP 真的不是没有机会，因为对方只有毒狗，他前期他螺旋塔放很久，一直都没有产东西，然后就只有用毒狗。其实虫族在打TVZ， 为什么人家说 TVZ 会感觉 T 比较一般，是因为。人类可以做很早期的压制，坦克刚出来的时候做虫族只会有狗，除非他是走蟑螂或蟑螂的，那个时候虫族的兵力不好换，在交换下会很虫族会很吃力，因为他没办法把多余的经济拿去补农，而会导致虫族。我们 S 派9D 要点 ，S 要派9D 吗？确定要9D 吗？确定。OK， 好，就让9D 上。因为刚刚虫族他只有毒狗。因为这毒狗的话，其实人族的发挥空间非常的大、哦。对，第一个解放者无敌嘛，解放无敌先摆在那边、啊。然后第二个医疗艇没有，医疗艇也无敌啊，医疗艇绝对不会被点掉了。所以你的续战能力也很强。对，就是变的是说 TOP 对于阵型的掌握跟地图的掌握，然后第三个就是说，第三个就是说鬼雷可以一次炸掉你一坨部队，因为只有毒狗的部队是非常软，我可以一次炸你一坨部队。对。就變得是說那我比较不懂是为什么虫族只有出毒狗，这是我比较不懂，因为他放螺旋塔之后，他也没有再放、啊、毒狗就守得住啦，他也没有再放那个感染虫。前期的虫族如果在走攻防狗的话，他只要攻防领先于人类，他是可以纯靠毒操作，如果还不错的虫族的话。是可以去，没办法，你看刚刚 TOP 差点就打赢了。刚刚 TOP 其实操作不好，而且他暴兵也没有跟上，但差点就可以把虫族推下来，所以其实很陡。没有，因为刚刚那一波反而是说虫族没有看清局势，就是说啊，人类部队
那个部队量这么多，然后就没有没有，因为他们如果今天 TOP 的操作是给榴莲或是给乐透来的话，其实刚可能虫子就倒了，因为他家里什么都没有，他也没有。那我也可以说啊，刚刚虫子超过之后给九 D 来，不是啊，两边要是差不多等级的，然后我讲乐透的话、啊，其实基本上也是差不多操作的、啊，因为主要是他们高估了，因为他们转人族没有转很久。而且主要是说 ，TOP 刚刚他自己接爆 TOP 的爆兵跟操作其实有很明显的问题，你要这样讲。他爆兵的部分是还是有段落差的，所以我才说虫族刚刚打很陡，家里也没有放感染虫草。如果说我是为了要拼我雷兽很，雷兽可以比较早一点挤出来的话，那我可以理解。但是他家里也没有放感染虫草，也没雷兽，对，都没有、啊，所以我才比较纳闷说为什么他只有毒狗，不然其实他毒狗是非常非常的怂，非常非常非常的陡，很陡，很容易就被打。对，我、哦、等一下这场会是一场更好看的 TVZ 的比赛哦。我们可以这样，可以看九地人族的大师啊，我是觉得九地人族的大师，有大师，操作有大师。这时候就要帮九地吹一下，他可是打赢诗歌的男人，用人类。没有，因为师哥衰退，他衰退太多了。衰退、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师哥？清朝的剑斩民国的官，然后拿清朝的人来打民国的人。啊，你这么说也是对啊，你这个，哎，这个好会圆啊，你真的是，对不对？圆的真的是可以啊。好，我们请阿毛报点位。好，来，左上方地图九，左上方是来自于。Muse 战队九 D， I am ready。那来到地图的右下角是来自 SPTS 的金岛善子夜雨大人，哇，他名字好长啊！他刚刚前一场对石洞的时候是玩随机，那应该是本族重组。对，本族应该是重组，对，因为知道我们派出来的是九 D 哦，然后也不是能随随便便开玩笑的，九 D 的人类。有些人族操作真的是有大师，观念可能在细节，观念是他在有些细节处理上比较不如本族是人族的大师。就是等一下要看一下，等一下要看一下双方打。我看了，我看他之前在打玩人族，他有就是有些比较细节的地方还比不上就是正统的人族大师。对，因为能打到大师的那基本上基本功的底子，还有对于大局观的判断都很多。大师人主啊，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大师人主，不虚。不虚。不过人家也是个大师虫族。对啊，怎么虚？对，怎么虚？虚不了啊，还是有实力在的。等双方，哎，这边从选择一个。裸双速狗，那九弟这边是选择一个单兵营瓦斯，然后点提心滚，那点一个换下自己二矿，农民已经在等巴黎用钱了，很正常，两边打很正常，对，矿都是个正常开矿，营运式的打法，然后九弟把门口封，保护隐私权。哎，这场是 S 战很重要、哦，赢了就是赢 S 战哦。双方都背负了 S 战的命运哦。不能随随便便开玩笑。先虫族说了四条狗，哦，妈妈也在惨了，六条，叫五，再抖一点出六条，多两条，两条比较再多两条稳一点，啊，稳一点，对，比较稳。我们要先到跳台等吗？不先好。九弟直接走跳台上来啊！但是走跳台也不一定啊，他搞不好是从正面来、啊。喂、欸欸，直接抓到一只龙！哎、欸，这个狗出了六条没反应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直接上来！刚如果狗早点上的话，这那龙可以保住的。我这边哦，还不错哦、啊，点掉一条狗。还是点掉一条。对，这狗不要轻易出重胎啊！这边狗出重胎是救不到死人，在重胎上狗比死人快。但出虫胎就出虫胎，死神就比较快一点。人，那你慢慢出来，其实你就守在矿区就好。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子一直抓。哦，这边哦，酒店操作不错啊。我觉得你妈妈都出来了，其实就没必要这样子一直在那边跟他耗，躲到妈妈的保护就好，因为妈妈死神大不死嘛。对，你就躲到妈妈，而且的话，好虫胎。
北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们九弟家里是走火车。走火车。哦，他没有要不断的烧，他要打呢。对，这边。我以为他要打那个哎、欸，五分钟两船。他最近可能因为五分钟两船，现在很多虫族会守，就是只要放一下这样虫草，他没有压力啊。主要不是会不会守，压力会比较大。对，给虫族很大的压力，因为他这是之前打五分钟两船。那等一下，这边走一个三开，好，七枪三火嘛，放下军，那放一下反应弩吧，装反应弩。没有，应该不是七枪三火，他不是打，他火车只是去控场，对控场用的，他只是控图用，跟死神一起控图。对，就是可以让虫可以开张矿了吧？有狗术好了，这边死神有狗术，基本上。如果狗数一好，基本上三矿就点下来的话，跟这样的话就很好。因为你有狗数跟就是大师的打法就比较正统，讲起来就比较轻松。好，抓虫草也算了，抓虫草保底用的。对，那这边花式时间火车一波也是 OK 的。不要怕你火车一波，因为他有看到你火车吧？虽然只有一台，但是它是保底用。那虫族王虫其实应该要飞了哦。对，应该就是把一些点都是占据。对啊，左边那只王虫一直没有飞。对。而且他也没有提虫和导流。没有提虫和导流，所以他不敢飞。其实还是要飞啊，因为还是要不然这样还是要看的。也是要看一下，还是要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，五分钟两船。你这个两船也是要出来，对，五分钟两船、嗯。好，两船出来了，这时间就很正常啊。不过人家是五分半，五分半到人家，五分到人家，到人家。我没错，是五分钟两船了，自由。好，走啊！哎、欸，你还没跟上。好、欸，哎、哦，点好。那、欸、你我后来跟上，不过从多视野，等下应该会看得到，就是这边摆了一只王虫。因为有些人打这五分钟两团，他不会出火车，有些人不会出。九弟这边绕下，先把要点三矿，对，先丢下來。好，从多这边补炮。死神上面吸引你的注意。烧一下，尾烧，尾烧，好、哦，这边没有要走，没关系。要压进去了。不过哦，先选择青虫，他点慢慢点后虫。可以。甩上面的狗，上面的狗。好，再起来。甩，然后不是再起来，再起来，再起来。哎，中光。九弟，太想点后虫了，他太想点后虫了。没有，我看他刚扭了两下，应该是没有点到，没有点到医疗体。对。哎，虫子守住之后，一直抓十三头了，这边优势有点大。看他守住。就先直接说，刚刚九弟应该可以做个直接。刚刚九弟如果把那两船投到对方的主矿的话，可能效果会好一点。刚刚农民落后的农民搬回来，因为我刚刚说压力比较大，就是说我从必须先爆一波兵来守这两五分钟两船，但是我把你的部队吃掉，那我下一波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。哎，对，那个打不到，打不到东西。哎，去二矿后面打得到吗？打应该打到二矿后面应该就打得到。对啊，二矿面也打得到啊，九弟不想打，九弟仁慈，因为这地方除了那个，这地方没有无敌啊，没有无敌点位，两边两边都没打到，对啊，因为他一定会偏一边嘛，对他会正常来讲都会偏，对啊，正常来讲都会偏一边，嗯，那、啊、现在这个时间点有没有打龙打狗毒爆的，有没有打狗毒，他的攻防领先于人类，这个就是可以的。他可以不用，这时候不用用飞鸟。不过主要是你还是要转兵，主要是看待会。狗毒可以啊，狗毒本来就可以打，但是要看待会。可以啊，就是你的毒爆数量也要稍微控制一下，不能太少。想太偷呢，有些我打太偷，属狗，我被人家坦克机枪完爆。这边，主机看一下自己三控。这边选择的是鬼雷。那、现在研发是汉弹。哇，这虫族虫还铺的蛮好的、哦，这个时间点已经快过半了。是放在点了，是放我们现在还放了。哦，哈罗亚放在这里，这个位置有点奇葩啊、哦，路中间。这个没有看仔细，以为什么？中间。对，没有，哎，是宝石塔嘛？好，走，这是螺旋塔。萝莉塔。萝莉塔。我们的毒奶教父。这边哎，毒爆哎，毒爆是想滚，好，昨天这边闯红门来了，两个毒爆，两个毒爆，想冲火吗？
没有，怎么可能？那两颗都把偷滚掉什么？没有，这边后门。不是这边铜珠也溜了一波毒爆，要去滚三矿。哦，对，它上面的地方，上面到上面，这边溜了一波毒爆，不过有建筑学哦。有建筑学，不过这建筑学还没满呢、啊。还没满啊。看九弟的反应。不过这个九弟的反应。九弟的反应，九弟没反应。九弟有没有反应？九弟控制。反应有，散。哦，散。哎，散，好，守住。散，好，守住，杀五龙。这边。这里，看这波待会交怎么交战。对，你刚守的不错，这边好。哦，对，这个场的辅飞就出的很正常的时间，因为要对那个龙心塔一好就出辅飞，那个对。跟刚那个虫子比起来，甩，这边。好，坦克散兵散得很开。散很开，不过虫族部队量非常多。虫族兵剩下，而且接兵有接上哦，那这边正搞了有。哦，这展现完全展现了基因霸哦。对，换完一炉兵，后面还有一炉 兵哦。这边三矿，从这二矿估计守不住了，这三矿这二矿应该掉了，二矿掉了。这个优劣势反而更明显。这边然后从这往上，结果这边两颗毒爆，哇，这鬼，哇，这个大量的狗啊，对，然后兵上开。地上开，然后人类兵继续撕上来，鬼埋下来。哇，这边鬼哦，炸到虎豹，炸到虎飞。好，这边先退一下，因为鬼也被炸到虎飞，所以要先退。对，先兵先聚一下，因为现在顶要重组的。好，对，首先把兵上开。对，上开。换你图报。哎，换你图报。这边还有鬼雷，还有一个迷路的鬼雷。迷路的鬼雷。哇哦，挂掉。悲剧，这鬼嘞！这鬼有点猛。他有看到，只是没有先去引。对，没有，想说可以直接换掉就。鬼雷已经先灭住、哦。不行，鬼雷直接 A 上去没办法。就是埋下来。再埋，对，除非他再埋。对，除非他再埋。就是、嗯，你不是高伤害单位，你不是远距离单位的话，通常不是不太可能。没办法。他这边走出点下自己的四矿。四矿直接这样，好打掉岩石。好，那岩石多石数再 A。对，哎，不想哦，他点到哦，我丢这个，上毒爆，对，丢毒爆，上毒爆，不明智啊，丢毒爆不能上啊，这个毒爆出了重胎，你在骗自己吗？对面哦，一个斜坡，哦，利用斜坡，因为丢毒爆这样子，就是没有东西掩护毒爆，就单点的。那这波对，然后这边虎飞来点医疗艇，但是也不太够，在这边对还爆，不过这边手机的医疗艇数量是不太够哦。这毒爆没有用哦。对，这毒爆你会被单点掉。这边虫族的矿又再度被逼退了。我这边手机可能要先缓一缓，先把虫台先清一下，不然等一下自己等妹子接上，然后把虫台清一清。那虚波很强的正面 A 上去，基本上就结束了。因为人口落差来到将近60人口落差，因为这边二攻二反也提到一半了，那等一下会发现，虫族的光芒优势很快就要没了。这边从放下了大牛塔，找到喘息的空间放牛塔，不然哇！但是他没有瓦斯可以出牛，对，他没有瓦斯，浪费太多毒爆了。对，啊，浪费太多毒爆，那这边等一下出牛。压过来这一波，先上开，部队先上开，上好，鬼雷瞄下，哇，部队马上被晃光，好的，部队也掉光，啊，这边打出了继续 ，I'm ready， 帮助密友十三队以3-2拿下今天的胜利。啊，其实刚刚虫族打得不错啊，其实刚刚虫族几次冲阵都冲，不过不是，只是很可惜的是，在冲阵的过程中，很多兵没有先去做引雷，去做散兵的动作，导致其实毒爆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。对，从这两场可以看到双方TOP 跟九 D 用人类起来的差异性就在刚好连两场的人族对虫族嘛，所以就是可以这两场可以做对比。嗯，这个有点可惜啊，就是双方你可以看得出来，
虫族打这边打得不错，但是九弟给的压力的非常的足，很早期的就做一个推进式的压制。那前期虫族对于两船兵的防守也守得不错，部队量，然后也有双后虫，对，守得也非常的好。这边打双方打的都非常的激烈，也是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。那这边也是要感谢SPTS 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比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交流赛 TSL 交流赛的转播工作要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好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